我在想，如果我要是被选上了，拿了这笔奖金，我就带着他去旅行，环游世界，一起看星星，看月亮。他是谁？ 开始了，开始了！上菜。 没有在试菜的过程当中，让二位投出选票，就是希望整个试菜结束以后，二位能够选出真正值得回味的菜品，也希望呢，郑董事长他能够满意。程总，哎，杨叔。 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信心，不都是陪跑吗？这次负责人的位置，一定是于师傅的了。没错，这次啊，可是公平竞争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哎，对呀，正是因为公平竞争，那我们才陪跑呢嘛。对，说陪跑可得陪跑啊，勺儿选上了，就让给我。 哟，看来我们小顾是不甘心当陪跑啊。但是要想选上，那就要看真本事了。对，于师傅是咱后厨的大拿，咱后厨就指着于师傅呢。于师傅，得奖以后得请客啊。看你们做饭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认真，心态要这么好的话，为什么不弃权呢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 上场了，走，加油，加油！回来了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如果我要是被选上了，拿了这笔奖金，我就带着他去旅行，环游世界，一起看星星，看月亮。 李总。
各位厨师，在李总、程总以及我试吃评选下，我们这次招待晚宴的主厨人选已经选出来了。他就是顾胜男。